贝这边可以吗？要再下，要再大力一点吗？卡短了，你卡短了，你有加蓬蓬啦？有啦，我是跟你交往被冲上了。跳来被贵物件呢？嘿，安怎？那小孩啦，欠我几个物件，你知无？人讲欠钱啦，欠过年会衰啦，甲伊讲，伊过年钱若无欠我物件，伊就衰甲痛苦，甲伊讲。伊叫啥？伊顶个啊吼，搞我借好卫生纸，我就讲我卫生纸没有啊。伊讲阿咪啊，你遐毋是卫生棉？哎，龙轩甲金玉咧用的咧。伊讲几包摕去漱口脚啦。哎呦，卫生棉摕去漱口脚偌讨钱呢？头毛打结啊，讲问我遐有梳子无？我靠腰咧，啊，查某的嘛，咱连梳子嘛无。啊，讲撸了了，行完了，你知安那无？嗯。规个梳子管你拢开眼脑啦！哎呦，是安那话啦？加伊特啊！我行伊啊！哎，姐姐，哎，这是甲你借的卫生棉。啊，你还记得哦？我就知，哎呀，这一定才会记的啊。啊，连热啊！啊，连热你来去行我，啊，搁有台拄。那个饮料的20块。对啦，我台拄想讲买麦香奶茶，搁统一出20块。啊，你会记得好啦啦，啊，你今年一定会好过。今年一定会好过，今年一定会好过。好啦，新年快乐！20块还要还哦？当然啦，才20块。你搁敢讲别人哦？这无啥物意思哦，伊只欠遮济物件尔，你是欠我啥你知无？你欠我几啦？哎，你知无？我就上个啦，你欠我几啦？哎啊！你当时要欠我几啦？